一段，我看我太太的照片，我跟我太太讲话，里面台词我都自己讲的。那一场戏，我说太太，你就走了，留一个女儿给我。你还是我叫你去，妈妈把俺咋教？起卡是怎么回啊呢？因为他妈妈哦，就是跟着我太辛苦。他已经走了，所以啊，留这个女儿，我就要好好的疼她。但没想到她跟她妈妈一样，小你嘛真水呢，真古锥呢。但是个性拢甲你哦，拢一模一样同款。好，我一个人在追求的，啊，都拢忙得很。每周五晚间10点，真爱临别，赞成。